20:33，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石小诺，欢迎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备受关注的增值税减税大礼包正式的发放了。那么如果说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是一道开胃菜的话，这次增值税改革措施可以说是真的一道主菜了。那是的，今天呢是用新税率的增值税发票在全国各省区市全部顺利开出。增值税改革政策的落地将惠及哪些行业，又将会给企业带来多少的红利？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做个了解。今天上午，在北京中关村一家高科技企业开出了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落地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们去年从17%降到16%，去年就省了300万。然后今年的话，从16%降到13%，我们预计会省3000万。这一次减税这个重点也比较明显，是的，其实就是制造业是重点。对，制造业里面的这个高智能的、高智能的、新动能的，是吧？未来方向呢？也是重点。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2万亿元，其中减税的规模大约占到了2万亿元的70%左右，包括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惠性减税措施、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内容。4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工作的重头戏。增值税税率将适用于16%税率的项目改按13%税率征税，主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将适用10%税率的项目改按9%税率征税，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基础电信服务和农产品等货物，保持6%一档税率不变，主要涉及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和增值电信服务。此外，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试行期末留抵退税制度将同时实施。根据初步测算，这几项措施加起来，减税降负规模预计超过10,000亿元。对于占到增值税总量近60%的制造业等行业来说，3个百分点的税率降幅可以说是受益最大的。而对于企业来说，降低增值税税率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我们继续来看。在宁波一家空调制造企业，负责人沈国英带记者去看了2幢厂房，其中一幢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对面的另外一幢厂房目前仍然在建。这2幢厂房这2年给企业带来了1亿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我们的现在不动产呢都可以抵扣的，那我们像这种房子我们已经抵扣了6000万，那现在目前新政出来以后呢，不动产2年改为一次性抵扣，我们可以把余下的4000万呢也全部抵扣掉。那包括这种新建的这个厂房呢，我们可以按照新的这个政策一次性抵扣掉，预计有6000万的这个抵扣额，节约呢400多万的财务费用。财务出身的沈国英做了一个测算，按照去年的生产经营情况，今年实施的各项减税政策将给企业新增3.4亿元税费减免。我们减下的税费呢，我们要至少拿出60%以上投入到品质、技术创新、信息化投入，包括引进高端设备、高端人才，提升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沈国英公司的供应商，陈斌经营的这家包装箱生产企业是一个传统产业，生产原材料直接成本占到了80%，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利润率相对偏低。1000元的销售额，那么按照原来的16%交的话，我们要交应该是32元，那么按照现在是13%的税率的话，应该是26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交1000块当中可以少交6元的税，这样一年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少交税费490多万元，一部分让利给客户，使我们的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有竞争力。增值税税率今起下调，作为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贸行业也迎来重要利好。随着企业税负下降，利润提升，减税利好未来或将传导给终端消费者。今天是增值税改革实施的首日，全国各地均顺利开出新税率增值税发票，企业减税效果立竿见影。在深圳市的一家百货商店里，记者看到了刚刚开出的13%税率的增值税发票。
这个是我们今天贸易开出的第一张发票，然后是一件客单价为500块钱的女士西服的。那我们能看到它的税率已经从16%降到了13%。对我们整个贸易体系的话，年均征的税，下降的话在8000万左右。那整体的税负下降在1亿左右。商贸企业表示，未来随着企业利润增加，会适当降低商品价格，反哺消费者。此次增值税率下调，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税负下降，整个有利于企业发展，整个成本企业也会下降。相应的呢，然后有可能消费行业才预计在价格方面有所调整。那么直接涉及到影响到深圳大约40万户左右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那么其中商贸企业呢是达了将近20万户左右，占比50%。那么对这部分商贸企业来说，税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企业税收负担的下降。我们看到增值税改革的确是为众多行业企业带来政策红利。那么从今天开始，部分品牌和商品已经开始对价格进行调整了。我们进行了一个梳理，一起来做了解。受国内成品油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影响，从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25元和20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除了油价，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由16%调整为13%后，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电价水平降低的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同时下调的还有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居民用气价格也就有了下降空间。此次增值税下降也让跨境消费者成为直接受益者。4月1号0点后，消费者在天猫国际成交的每一笔跨境订单都将享受减税带来的实惠。以购买一款售价为2000元的进口商品为例，按新的税率计算，今起购买可以省42元的税费。今天，苹果中国也调整了旗下产品的售价，其中 iPhone 10S 与 10S Max 系列降幅500元。iPhone 10R 系列降300元 ，Mac 系列台式电脑与笔记本 ，iPad 系列平板电脑 ，Apple Watch 各官方配件均有不同程度降价。一汽丰田官方则宣布，从今天起下调旗下9款车型价格，降幅都在1.8%左右。福特汽车也宣布，福特中国进口车全系下调在华售价，最高降幅达3.4万元。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自1979年我国引进增值税制度以来，增值税改革成为了建立我国现代化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为什么要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改革历程？通过一个短片来进行了解。增值税是什么？简单的来讲，就是你生产的产品增值的一部分所交的税。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小明呢花了100元购进原材料，经过加工以后，它的价值变成了120元。那么新增的这20元呢需要交税，所交的税就叫做增值税。由于只针对这个增值的部分进行征税，所以呢这既有利于去贯彻公平税收的原则，又能够使生产经营结构合理化，扩大国际贸易往来。近年来啊，面对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坚持减税与完善税制并重，采取分步走的方式，逐步推进增值税的制度改革。2012年1月1号，在上海市针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两个行业，启动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2016年5月1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实现增值税对货物服务的全覆盖，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从2017年7月1号，增值税取消13%的税率，4档税率减并至3档，构建了更加公平简洁的增值税制度。2018年5月1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税率从11%下降至10%。从今天起，我国又开始了一次更大力度的增值税改革。增值税税制的改革到今年已经进入了第8个年头，不断的下调税率和简化税制。这不仅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更是释放出稳增长、促消费、助力经济结构转型的积极信号。
3月30日18时许，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当地地形复杂，坡陡谷深，交通通讯不便。火灾发生以后，当地政府立即投入689人在海拔4000余米的原始森林展开了扑救。31号的下午，扑火人员在转场途中，受瞬间风力风向突变影响，突发林火爆燃，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人员失联。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截止到18点30分，30名扑火人员遗体全部找到，目前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连日来，我国已经接连发生了多场森林火灾。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华北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降水较少，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随着清明节的临近，祭扫活动增多，森林防火也成为目前各地的重要工作。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3月以来，我国华北及内蒙古东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80%以上，部分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高至极高的状态。山西沁源、北京密云和平谷、四川木里等地先后出现森林火灾，预计未来一周上述地区仍然没有明显降水，干燥状态还会持续。在4号以及6到7号，受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将出现4到6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其中，北京北部、河北东北部、山西中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气象部门提醒，临近清明节，祭扫活动增多，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等地需继续做好火源管控和巡查监测工作，加强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签字、轻轻挥一挥银行卡就可以完成支付，这是很多银行为消费者默认开通的服务。但事实上呢，很多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而这样的方便背后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隐患。不过现在呢，这项附赠的服务也有了可选的操作。我们来看报道。您填一下这个申请表，然后阿姨，您现在开的这个 IC 卡，是有一项小额免签的服务，您确认是否开通？这什么业务啊？都是在北京一家银行网点，记者看到，在网点柜台新办银行卡的客户都会被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开通小额免签功能，并在告知书上确认签字。近期做了一些完善工作，比如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双重渠道对持卡人做了一些宣传告知，然后其次在客户来开卡的同时，我行业务人员也会加强对此项业务的一个开通提醒。据介绍，截至目前，17家主要商业银行网点都已经落实是否开通小额免签功能的口头提示。对于消费者关注的如何关闭或恢复这项业务，除了到线下网点办理之外，还可以通过拨打客服电话、登录银行官网、App 等渠道办理。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的云闪付 APP 以及我们银行的手机银行上进行一个相关业务的设置与调整。打开这个云闪付的 APP， 点击我绑定的一个银行卡，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卡片服务，在卡片服务里面找到安全中心，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进行相关设置操作。此外，银联承诺对消费者因为小额免签功能而被盗刷的损失进行全额赔付，同时缩短了赔付时间。我们联合各家银行呢，推出了一个快速赔付的功能。下一步，我们在云闪付 APP 安全中心中会上线这个功能。从银联方面，能够到最快的话2个工作日就可以为持卡人进行全额的赔付和入账。为了遏制电动三轮车的交通事故，深圳市关于特殊行业电动三轮车过渡期管理方案今天起开始实施。方案明确，2年后深圳将取缔所有快递配送、环卫作业电动三轮车。不过，在2年缓冲期内具备资质的电动三轮车还是可以上路行驶的。来做一个具体了解。
根据方案，2018年4月1号至2021年3月31号为过渡期，快递环卫行业需要使用电动三轮车上路的，必须接受备案管理。而过渡期结束后，深圳将实现2+4模式，也就是两轮电动自行车加四轮新能源微型汽车来实施末端配送和环卫作业。明确了说，2年后会全部取缔我们快递三轮车，这对于我们快递企业末端派送来讲影响是很大的。三轮车呢是派送方面是最好，但是政府他说不好用嘛，这个也没办法，2年以后再说呀。记者了解到，2018年5月1号起，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得禁止快递服务车辆依法通行。国家出了个快递条例，那么明确呢这个快递可以使用这个快递专用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我们要考虑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考虑小哥出入问题的时候，配送问题的同时呢，也要考虑我们这个交通安全问题。那么政府呢，最后就定了啊，这个啊，给予这个所有的这个快递这个三轮车呢2年的一个过渡期。但深圳交警表示，近3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发生一般交通事故共852起，占全市交通事故的20.32%。电动三轮车无论是在人行道或机动车道行驶，都会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和整体交通秩序。快递业的痛，并不是没有使用电动三轮车。什么意思呢？企业为了多快好走，多拉快跑，总觉得呢拿一个最经济、最便利的运输工具，节约所谓的企业成本。注意，这我说的所谓，实际上这个成本本身就不应该在这考虑的。2年的缓冲期，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推出新的替代工具，但是这个一定要能够考虑到我们的快递成本啊、时效等等，我们也愿意配合相关部门对我们末端派送工具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来共同的做好末端派送工具的规范和管理。俗话说，味如金，每年清明前这几天，各地茶园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在湖北的重阳，不少采茶工人在冒雨采茶，不过他们中的不少人却是来自外地，什么原因？一起去看看。天下雨就是得穿雨衣，不穿雨衣不行。就无论刮风下雨都采是吗？是啊。听您这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不是，山东的。葛晓峰的茶园主要种植名优白茶，每年仅采春茶一季。35天的采摘期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本地的采茶工却满足不了茶园的采茶需求。您是哪里人呢？我是这里的人。咱们是有时间就来，还是说每天都来？有时间就来，没时间就不来了。因为这个没保障。比如就是这个今天哦下雨，他们不来，这个草采不下来就浪费了。今天采下来的话，至少要卖个批发价，要卖个7-8百。7-8百。哎，那隔了一天，明天呢？明天就长大了一点，就是15-5百了，最多15-5百。早茶陆续开采，为满足茶叶的生产需求，很多茶园不惜开出包吃包住会条件，吸引外省的采茶工来采茶。目前活跃在重阳县各大茶园的采茶工，近半数都是来自山东、山西等省份。现在园里每天都有600-700人，一半是本地的，一半是外地。本地的是按照按斤算，外地的是按照按天算的。本地一斤是20块钱一斤，外地一天我们花到140-150块钱一天吧。其实那个成本比在家里还高一点。高多少钱？它这个比例的话，高个20-20块一些。本地采茶工的紧缺，让茶园管理者不得不舍近求远，花更高的价钱聘请外地采茶工。而即使花大成本招人，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茶园的用工成本却在逐年的攀升。我们继续来看调查。据重阳的茶厂负责人介绍，5-6年前，外地采茶工一人一天的工资也就60来块钱，如今最高涨到了150多块。我们去年只有130几吧，今年要140-150块了呀，每年都在增加，每年10%到20%的这个劳动力成本都在增加嘛。需求量很大，找人现在不太好找，工资也是在涨。不涨的话呢，现在家里面有在附近能干的，也是每天都100多，出来那么远。时间还有短，是不是？跑来跑去的，所以工资过这边来还是有点高一点。然而，即便是茶企花大成本请来的采茶工，也不能尽如人意。今天还拿了几个70岁的，我让他搞早了，我说你年纪大了搞不了。
哦，就年纪普遍都很大是吗？差不多五十来岁的多。用工成本的提高也压缩了茶叶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一亩的呢，才是大概是12-13千块钱，但是呢，投入的成本大概是5000。为了缓解用工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目前当地的茶厂开始在茶叶品种开发上下功夫，以提升茶叶的亩产效益。现在我目前在引种的有黄茶，还有奶白茶。一亩地的黄茶，它的产值效益可能要抵两白茶的效益；奶白茶一亩地的产值效益可能要抵三亩地的产值效益。好，接下来继续我们春耕走一线系列报道。浙江省海宁市的周王庙镇是传统的桑蚕重镇，在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接触过种桑养蚕这项农事。那么眼下呢，正是桑农们嫁接移栽桑苗的一个关键期，当地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一起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财经频道春耕走一线报道组来到了浙江省海宁市的周王庙镇，重点关注桑苗种植业。这两天啊，气温回升，可以看到桑农们也正三五成群，抓紧时间把嫁接好的桑苗移栽下地。像我手上这样一株小小的桑苗嫁接体，他们每天通过纯手工的方式，可以栽种超过5000株。这些小桑苗栽种下去之后，会在20天内冒出新芽，8个月之后就可以作为商品苗进行销售。周王庙镇嫁接桑苗的产业有着超过100年的历史，每年2月份到4月份是桑苗嫁接和移栽的关键期。农户们需要从交易市场上购买实生桑苗，以它的根系作为砧木，再将上一年自家种的品种桑枝条作为秸穗，嫁接成小桑苗之后再移栽到田地里，培育成成林桑。这样长大的桑苗品质更好，产量也更高。这个真的是技术活。它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呢，他们歇的时候，一个要刨，一个要看上去那个质量了什么的都正好，那个弄进去的时候都正好。桑农告诉记者，嫁接的桑苗需要在清明节之前全部移栽到田地里。这两天大伙正在赶工。今年64岁的邢菜明家里有2亩多地，能栽种7万多棵小桑苗，每年的效益十分可观。一般的一亩地嘛，买到个10000几千，啊，这个我2亩多地嘛，可是40000多的钱，啊，这个小桑苗比较快的是。成效比较快一点。移栽完成的嫁接桑苗经过8个月左右的成长期之后，逐渐进入成熟期。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来年的2月份，嫁接桑苗将作为商品苗被销售到其他地区继续培育生产桑叶，用来养蚕。以近2年为例啊，整一个种植面积都是保持在5000亩左右。像2017年亩产效益在30000块钱左右，2018年呢在18000左右。它主要也是受整个市场行情的影响。刚才我们也看到，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去年周王庙镇嫁接桑苗的亩产效益有所降低。那么今年的市场行情如何？除了种桑养蚕以外，蚕桑产业链还可以有哪些延展？产业如何破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在周王庙镇的桑苗交易市场上，今年实生桑苗的销售已经接近尾声。每年2月份到4月份，嫁接桑苗的农户都会在这里购买实生桑苗作为砧木原料。不过今年实生桑苗的销售比去年淡了许多。一株嘛，现在卖到是3分到5分吧。今年行情差呀，原来库存我们这里这个库存只有几十万了，那边还没卖掉还有好几百万了。近两年，桑苗市场价格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桑农的栽种热情。由于嫁接过程还没有实现机械化替代，一旦市场行情下行，高昂的人工成本就可能直接导致亏损。如今，周王庙镇开始探索蚕桑产业链的拓展。自古以来，好像我们种桑就为了养蚕，养蚕就为了抽丝。这个产业链太单薄了。其实桑树全身都是宝，从保健食品来讲，开发桑叶茶，还有像我们的桑果作为食品饮料啊，桑果酒的一个原料呢。这两年我们果桑这一块的嫁接比例呢，也在逐年的提高，占到10%左右。据统计，2018年全镇嫁接桑苗面积5650亩，总产值达到1.06亿元。
从品种结构来看，目前全镇已有夜用桑品种近50个，果桑品种30余个，全镇优心桑品种的繁育比例已达99%以上。目前当地已经建立了全国首个桑苗出口基地，嫁接桑苗出口到希腊、土耳其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桑苗出口总量近3000万株。像希腊、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日本、越南，10几个国家已经跟我们建交了一个外贸的关系，所以这一块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说，可能在本周关闭南部的美墨边境。那么多名分析师就认为，关闭边境将会冲击两国经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墨西哥不能立即阻止所有非法移民经由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我将在下周关闭边境或者大部分边境。特朗普还说，关闭边境可能意味着中断所有对墨贸易，而且会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But Mexico is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otherwise I'll just close the border. And with a deficit like we have with Mexico and have had for many years, closing the border will be a profit-making operation. 就任两年来，特朗普多次提及关闭美墨边境，这次他给出了具体时间。针对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墨西哥总统佩洛斯29号说，墨方正在尽力应对非法移民偷渡，墨方想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墨西哥外交部长在推特上回应，墨方是美方最好的邻居，但不受制于威胁。墨西哥西北边境城市蒂华纳居民认为，特朗普关闭南部边境将影响当地的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Para empezar, yo me imagino que van a dejar de ganar millones de dólares. ¿Te imaginas todo lo que les dejamos? 据美联社报道，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美墨2018年双边贸易总额为6120亿美元。美国商会警告称，美墨日均货物贸易额为17亿美元。关闭美墨边境将崩溃，威胁美国500万个就业岗位。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亚洲。今天日本有至少800种食品价格出现集体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众的消费是否受到了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财经频道特约记者来自日本的报道。4月1号在日本呢是新的财务年度的起始，许多日本上班族在公司结束新年度第一天的工作，下班后到超市购物的时候呢，会发现从今天开始，包括面粉、乳制品、水产加工品等在内呢，至少有800种食品价格出现了上涨。那么调价幅度呢，多数在10%以内。不过呢，也有的商品，比如我手上拿的这种食用盐，它的调价幅度呢，最高就达到了25%。这样大范围的集体涨价呢，近年来在日本还是首次。原因之一呢，首先是原材料、物流等各种生产成本有所上升。除此以外呢，日本将从今年10月份开始，时隔5年半，把消费税率从8%上调到10%。那么，由于日本政府禁止在消费税上调的同时进行搭车涨价，所以这些食品企业呢就采取提前调价的方式，预计到10月上调消费税之前呢，还可能有食品企业陆续涨价。那么另一方面呢，针对10月份增税之后有可能出现消费遇冷的情况呢，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动用政策资源进行应对。上周通过的日本中央政府新年度预算呢，首次突破了100万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万亿元。其中大约2%呢，将通过积分返点和购物补贴等方式来刺激个人消费。目前全球多国都爆发了麻疹疫情，像美国、菲律宾等国的这个麻疹患者都是数量激增。那么对此呢，世卫组织表示说，疫苗接种率的下降是主要原因。近日，美国多地爆发麻疹疫情，位于纽约州的罗克兰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未接种疫苗的未成年人出入公共场所。根据美国卫生部门统计，今年已在10个州确认100多例麻疹病例。在菲律宾，2018年开始麻疹病例就不断增加，这一势头到2019年仍未得到遏制，目前已有200多人因感染麻疹而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近来全球多地麻疹疫情卷土重来，疫苗是主要原因。We have a fantastic vaccine against measles. Unfortunately, the vaccine isn't being used to the degree that it needs to be used.
Since the year 2000, we've had a massive reduction in the cases of measles and deaths from measles. Unfortunately, we're backsliding now, and we're having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is is actually a tragedy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据了解，麻疹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儿童，症状包括发热、咳嗽等，病情严重时可致人死亡。目前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继续来关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坠毁事故。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了调查的更多细节，其中包括一段失事客机驾驶舱内的语音。这段语音显示，失事客机飞行员在坠机前确实遇到了飞行控制问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在对该失事客机的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解读时，发现飞机在坠毁前的最后时刻加内有一段语音，该语音内容是失事客机的一名飞行员向另一名飞行员说道：“抬升飞机，飞机。”据该知情人士表示，通过对埃塞俄比亚航空失事客机的调查，机组人员很可能曾面临迅速发生的灾难性故障情况。目前，该报道尚未获得官方渠道的证实，而对于该失事客机的调查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调查结论也仍未公布。好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从今天起，黄河流域进入为期3个月的禁渔期，在此期间，黄河干流、扎陵湖、鄂陵湖、东平湖等3个主要通江湖泊，以及白河、黑河、桃河等13条黄河主要支流的干流河段，将全部禁止包括钓鱼在内的所有捕捞作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宣布从5月1号起，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昨天23时5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将天链2号01星送入太空。卫星成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天链2号01星是我国第二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将为载人航天器、卫星、运载火箭以及非航天器用户提供数据中继、测控和传输等服务。2018年，贵州全省辣椒种植面积530万亩，产量587万吨，产值188亿元，产销规模居全国第一。今年贵州将实施换种工程26万亩，建成规模化标准化辣椒基地100万亩。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半岛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距离震中较近的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震感明显，当地一度关闭周边隧道交通，目前还没有死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3月31号晚，秘鲁首都利马北部地区一辆双层长途客车突然起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秘鲁消防部门称，起火客车没有安全设备和灭火器。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居民在驾驶车辆途中，突然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发出耀眼的光芒。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捕捉到了这一美丽的瞬间。日前，克里米亚泰干动物园迎来2头罕见的白色狮子幼崽，新生的2头幼狮一公一母，园方将为他俩举办取名大赛。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近日，在安徽歙县的熊村镇江畔的桃花路。